早晨，弟弟，早晨，先生，你好吗？我是用家己手机个，我叫古斯纳比德杜鲁罗嘛。我今年二十七岁，我上个月八五十七礼拜，我地中五十八公斤，我读印度高中学毕业，我身位高，我结做饭，我有一个细路，我以前做过工人，喺雅加达成年，整个正 OK，住宿、买宿、坐低、马低、睡。三，仲照顧細女兒，仲十歲，照顧婆婆六十七歲。我識煮餸角、餸蠔子、煎魚、煎雞、煎屁股、做飯、做面、做粥卜、粥卜粥。喺我老闆屋企要暗個人，先生、弟弟、仲婆婆兒細路，我暗勁夠，我識。主要，但系我唔识主要。我使用作业系香港语文多啲钱俾我自己准备细路饭盒。我希望先生多多照顾我啦。我要做好好勤力作业，老实同埋听先生多多讲话。多谢先生，多谢弟弟，作业见喺香港，拜拜。